现在我们开始要试下硫酸的等一下先。强度到哪里，我们会放一些火柴。等一下我们会点将那个硫酸点火柴，会不会着火？然后购买鸡肉，现在都没有那么白的鸡肉，购买肠沟。也没有那么黄，等下蒸过之后呢，蒸过硫酸它会特别的黄。好，我们先试一下，要用肠，哎，怎么没了？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肠豆试下点硫酸，我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好，先放在旁边。啊，OK，好，先拿鸡肉，好，比较鲜红色的鸡肉，点在硫酸。然后拿上来，OK，然后放着，等下看看它变到怎么样。发白了，开始发白你们没啦，拍照鸡呢。肉开始发白了，然后那个蔬菜肠都也变枯黄了。然后现在拿到了，各木哥念珠，然后戴在手上，这是中国朋友阿维，戴手上之后呢。然后就是啦，用他手指点在硫酸，然后点那个火柴，看火柴会不会着火。好，开始。好，点硫酸可以点久点没有关系，你的手指不会熟的，放心吧。因为有根木哥，OK，来就点火柴吧，看那火柴会不会着火哈。啊，火柴点很哦，着火了火柴。来看看阿维的手指有没有发白。没有，OK，来擦掉吧。手指熟吗？有点烫烫的感觉。有点烫烫哦，还没有熟哈。OK，来再给我拍一下，你的手指看有没有发白，有没有白掉、熟掉的？不是，我手上好像粘到1.502，这个很烫的感觉。哦，502。好，手指没有发白，证明没有熟啦。好，可以洗手了。OK，就成功啦。然后现在就将硫酸倒进那个清水里面，啊，看看会不会冒烟啦、等下，等下拿，等等等等等等，OK，倒吧。哦，好，OK，好，可以了。这边都是真的硫酸啊，不是假的啊。